我们现在要去医院了，把你抱出来，你又要进去，你进去了又要出来。全部都是冰岛语，好多都不太懂，不知道怎么填怎么办。我先要把猫切蛋的英文找出来，然后再把英文变成冰岛语。好乖呀，这么乖呀，在这里就不叫啦。小虎，你是在睡觉吗？眼睛怎么还睁着呀？Hello， 虎哥。Hello， 小虎哥，虎哥哥，虎哥。你是狗吗？啊，给我吧。好，谢谢。第一次吃吞拿鱼，